很难割舍哎、欸嗯。如果一定要的话，应该是最喜欢哪一支鸭鸭刷具呢？太难了吧！我觉得要选一支，因为现在每一支我都是化妆必用的哎、欸，很难割舍哎、欸。如果一定要的话，应该是眼妆的二号，是我觉得任何都是无可取代的。鸭鸭刷具最大的特色是什么呢？我觉得主要是它的刷具都是很有蓬松度的，然后呢，它的刷感呢是稍微短一点的，就算你是近视呢，你自己化妆也不会撞到那个镜子。然后呢，比较有蓬松度，也是可以让你在画的时候比较不容易有色块，所以非常的不容易失误，很简单就可以画漂亮的自然眼妆。目前鸭鸭刷具推出预购第一波到现在，你有什么心得吗？就很感谢大家，就是很放松，终于知道大家也是喜欢的，不然我很怕就是说我自己好爱好爱不得了，就大家觉得还好。为什么想要做鸭鸭刷具呢？主要是我觉得彩妆比起彩妆品，我自己更爱刷具，因为自从用到适合的刷具，我才能真的画出大家觉得说哎好像是好看啊比较精致的妆容。所以我觉得比起彩妆品，刷具是更重要的，而且投资一个刷具，你可以用各种的彩妆品，然后可以用更久，然后也不会退流行等等的，是非常值得的投资。知道哪里可以买到鸭鸭刷具吗？在我的资讯栏影片连结下面都有，然后还有031的官网现在正式上架了。还会再出鸭鸭刷具吗？我觉得目前现在这一组是非常基础的，就是假设你没有任何的刷子，然后你想完成一个很漂亮自然的妆容的话呢，这一组就很适合。但是之后我有可能会想要出几支比较进阶，然后比较细部的功能的。为什么选择跟031合作呢？我大概是从我开始收集刷具开始，就觉得031是一个很资深的牌子，然后呢，我也觉得他们的刷具非常非常的耐用，所以是完全值得信任的。感谢鸭鸭这次的访问完成，好，谢谢大家，来，拜拜。